人把杨桃切开，竟然发现里面不是吧？我从梦里面竟然能找出和杨桃一模一样的手。只有拇指那么大的泥，竟然能挖出西瓜宝宝！
插针的机会。动物棒棒，没等我点点小家伙啊，谢谢你们。老板你看，这是小伙伴们给我点机会吧，谢谢宝子们的支持，这一次我可要好5个了，6个了，7个，不是吧，是吧，给你来一张豪华小卡包，再来2个零效包，这里是蛋仔，你看这样够不够啊。老板这次你也太吧，我出啊，是一枚好迷你的币呀、啊、我没想到今天竟然收获了这么多，套圈单要出一枚黄金海绵宝宝，真的太神奇了！太酷了吧！从哪里回来4个不就是了？对对对，马上再看。有了以后，这个味道。
五指那么大的名字。这是龙王的习惯狗吗？五十多二十多年的习惯，没有等出来的。以前他一直担心一不小心吃了西瓜子。我试一下，看看这西瓜里面到底能不能挖出小西瓜。如果要是这种迷你小西瓜，不管看这个视频里的西瓜也差不多。小伙伴们，真心行不信，这个不可能挖出小西瓜的小伙伴们，就别学了，咱们直接看这块大的吧。先从最中间开始。海绵宝宝真的太神奇了，这不是你吗？哪有不是个不就是了。